比较吃力一些。对，今天感觉上头到七号位这个位置，哇，被咬中了，被咬到了，但这个球还在飞，看着球要出去了 ，Home Run！ 是林黛安在这个时候开轰了，哇，那这一支全垒打呢，也让这个统一狮队的，在隔了从第一局到现在啊，等于相隔了。像是几局，整整五局之后，再有分数的一个进账。嗯，这也是林黛安本季所敲出来的第一支全垒打。对，我觉得一定会受到前一球的那个影响，一好两外那个外角低的位置哦，主审没有给哦。那你不想保送的情况下，这个球一定会在五号位置周边的。那我想。林丹也很清楚直球攻击的机会来了，而且这个球又比较偏甜，在内角红中高的位置哦，顺势一带，其实这个距离就展现出来了。像俊杰先看这一局的状况了，投完，嗯，待会再讲，因为场上要换黄永传啊，把年轻的黄永传给换上来，接替。